我常常挂在嘴上是说，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，因为我觉得女生是真的不能够偷懒。然后我自己平常是真的还蛮注意饮食保养，再加上运动，还有很重要就是要一个开心愉快的心情。Ludia 它的包装啊，然后它的颜色其实是很吸引我的，所以就了解了它的产品之后，我就更想要去试用它，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就已经是非常的吸引我，所以我让我觉得是说对它有一种信任感。说真的，用到了琥珀霜之后，我觉得它的质地让我非常的惊艳，因为它吸收的非常快。还有就是有一些保养品你用了只有当下的感觉，它没有延续性，没有持续性，但是这个琥珀霜我可以持续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，觉得整个皮肤的状态是非常紧实，所以还蛮依赖它的。最主要我长期在内地拍戏，然后皮肤都会容易干燥，你想飞机飞来飞去，对我来说保湿很重要，所以不管是它的面膜还有它的琥珀霜，我觉得那个保湿锁水跟紧实度，我觉得都是我每一天在工作前最需要的一个保养，所以它的那个保湿滋润的程度对我来说还蛮需要跟重要的。我想女人除了外表的保养之外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她的内在充实，因为我觉得充实内在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，所以女人除了保持漂亮的外表，一定要做一个有深度的女人。